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太一，今天我们来探险山洞。这里怎么会有螃蟹呢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看，螃蟹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奇趣蛋。嗨，嗨，你们认识数字一吗？ Yes. 这个是数字一。它像树木的树干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哦，嘿，哎，得想一想办法。哎，有办法了。嘿，哎呦，好像震动已经停止了。嘿，哎呦，我们看看奇趣蛋里有什么。嘿，你们看，是一个数字七。数字七它像什么呢？像一把锄头。嘿，